华为整体出售荣耀业务资产，收购方为深圳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1月18日上午消息，华为发布披露公告称，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决定整体出售荣耀业务资产，收购方为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述业务资产出售事宜符合公司内部有权决定机构的决议流程，不会造成公司合并净资产减少，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以下为披露公告全文。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整体出售荣耀业务资产自愿信息披露公告。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决定整体出售荣耀业务资产，收购方为深圳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收购方由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与30余家荣耀代理商、经销商共同投资设立。对于交割后的荣耀，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占有任何的股份，也不参与经营决策和管理。上述业务资产出售事宜符合公司内部有权决定机构决议流程，不会造成公司合并净资产减少，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特此公告，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0月18日。